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来到台东哦，找完菜样子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来拍娃娃机。我看到这个也蛮有趣的、哦，有点像日本那种机台。那我们先玩这一台，我感觉这一台应该是不好出了，不然不肯卡那边的、啊。对啊，不可能用那么。还是我们玩这一台，这边有蛮多有趣的机台，也像那种夹这种纽扣的，或者是那种会从那边滑下去，然后你只要夹球上来。这好有趣哦！恭喜中奖！对啊，来我们家这个运气运气来喽！可以夹几颗球？两颗，差不多了，因为它的那个很小。对对对，来看一下，对，会不会被骗的？试看看喽。虽然它的盒子感觉好像很久了。对啊，但我只是玩好玩的啦，啊、就是一种感觉。三颗哎，错啊，有进步了。三颗哦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还一个黑色，还一个黑色，黑色。哇！啊再来一次，台中的戏很有趣耶。对啊，为什么我们高雄都没有？对啊，一次二十，花边蛮重的。对啊。好，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夹个三颗，三颗。哦，两颗两颗，搞不好两颗就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来喽。来喽，黑色，黑色，黑色。我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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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哇。太难了吧！哦，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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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换这个好了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就这样香啊！这里要香啊！哦，它是几？看你有没有掉在上面，然后它会给几抽。假如你的球掉在上面有一抽，你可以抽它，你叫它来，对，抽一把。好，走！拜托啦！我们抽个 A 赏啦！拜托，让我们一抽，一抽就好，一抽就好。好多球，好多球，好满，好满，过去，过去，好满。哎呦，我还用喊的。挑战一次，我们是不是被骗了？对啊，被骗了，被坑了。我们这次一定中，中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几个，好几个，三个，三个，三个，弹到它，弹到这个，然后弹过去，弹过去，中个两抽，对，对，对。这样也行，有这招，有这招，选哪一根呢？艾斯吧。好啊，那一个，那一盒。啊、艾斯都看自然嘛，就这样啊。啊，看自然不是你之前的，你之前有过。对啊。那个艾斯嘛。看一下啊。直接请店员把球给补满。对。感觉你。我要这次不要太那个了，因为它杆有点稍微推，没关系，再次、你可不可以过去那边把它推前面？好，对啊，扯尾巴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像可以耶，我们先扯尾巴了，好啊，不行了，不行，所以你要扯回去了，对。好啊，还是很难耶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刚是剪到、欸，剪到哎、欸，就是像是剪尾刀的。对，因为这个要出它的线长不够啊，它、啊、的高度不够，对、啊，所以它要勾到那个黄色的，其实好像勾不到，对不对？對啊、还是它撞到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刚好撞到。等一下，我们看看。我们现在换这个，对，吃丸子的岩柱，拉下去。
分几呢？换台。换台。零分的。零分的。啊，过去玩了呢。哎，过去。压到底了。对。就这里。好。下去。这么小众啊。快起来。没有。哦。我们这一次的收获好像。翻另外一行 ，QQ 一直说这一行很，感觉超懒，因为你看他先把它翻倒，然后又把它翻，就这样，对，夹过来，夹过来，夹过来，切切，嗯，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发现有一台超神奇的台子，它是用钩子，对，它是用钩四枚，钩子哎，好屌哦，嗯，好厉害哦，超有创意，真的。会不会这样咬会比较好？这样反而不太有机会呢。好快哦！对啊，这不太有机会呢。哎、欸，这，哇，这感觉很难嘞，这超难。算了，换夹。我能不能把那些夹起来，哪一只夹起来，然后拉滚下去？这样会挡住。夹那个弓夹，四颗球。哦，不要掉，不要掉。滚进去黑色，滚进黑色，滚进去黑色。四颗，很有吗？很有吗？四颗，加油！哦，两颗了，两颗了，两颗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拜托！拜托！拜托！最有机会的一次，再来再来，快点捡了，200块。黑色，黑色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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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黑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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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，下去！剩下几枚？最后八枚，最后八枚 ，last 了啦 ，last 一次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。我们要来一支 F 三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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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 三。黑色，黑色，哇！这一次台东呢就还蛮好玩的，这个花了将近300多块。对，那幸好有获得一只艾滋啊，就是这个，也刚好他可能前面就已经有人过，对，有人夹过，然后我们就顺利的拿到这一只，也不错，在台东至少有个收获。那我们就这一部影片呢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我们影片的继续，欢迎在订阅、分享，各位。